这个装水袋。好了，装好了水袋之后关死。那我们这个是装好的，那这个装面粉，我们看一下装面粉的效果。好了，这是装好了，装好了一部分面粉。啊，有点多。啊，就装这么多了。好了，这个是装了面粉，这个是装了水袋的。我们在远处，这个是它的开关，我们在远处遥控一下。好，过来来着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水弹的弹射效果。我们再看一下面粉的效果。好，关了。